塔罗湾是支流马海普溪，蔡老的水势不断冲去温泉街，支流水势已经如此惊人，更莫讲塔罗湾溪。甲前比较，水位是悬了真多。快看塔罗湾溪的温泉桥，已经用要让大水淹掉。早上九点半了。九点半。嗯。马海普溪啊，哈，什么时候才？马海普溪那个是昨天晚上就开始要溢出来。如果说持续下大的话，是蛮危急的。由画面上会当清楚看到，溢流的溪水往一边的温泉饭店流过，也形成大面积的水池。罗山温泉是愈来愈危险。不过，也是有30多位业者甲工作人员签下切割师拒绝撤离。你遐歹走，中午抓电力钱了，伊个规定中午抓电力钱来走啊。啊，你有要走哦？袂啦啦，袂走，我卖翕啦，卖翕啦，哦。业者不断闪避媒体的镜头，但是言论中却显示出内心的无奈，因为因真惊一走，多年的心血甲财产从此报销。伊讲人无钱就留住伫遮，一寡只啊排水，政府啊十八岁了吼，你排水孔你会去拍着树啦，一定要灭掉啦。所以你是算讲惊讲，人遮无人留济人，连只高房间的。设施顺掉啊，啥？卖讲啥，不一定变到危险啦。财产财产伫遮啦，真无奈吼。无奈咯，奈，你哪有奈？不过因为情势危急，加上地质调查所通知管府，温泉区北平山边武安山已经走山1.5公分。另外，向公所伫管府的指示下，对业者下了最后撤离期限的通知。跟他最后一次的劝导，就是依据我们这个灾害的第31条啊哈，执行公告特定区。那么如果再不出来，我们一定强制撤离。再不撤离的话，我们用第39条哈，处罚50,000以上是20,000以下的罚款。这是一定要做的，因为啊，这个河水啊已经暴涨了，太危险了，一定要强制来驱离。站起来吧，站起来。经过向公所以及警方强势要求撤离。最后15位拒绝撤离的业者，总算在今仔日下晡全数撤离罗山温泉。更大危机是不断出现，在大雨落未停的情况下，仁爱乡分别在红乡温泉上游北港溪以及仁济关附近的麦溪河段，因为严重崩山形成淹水湖。其中，仁济关附近的淹水湖，唔仅造成14线公路严重逼损塌方，更一度威胁下游的南方村。家在无偌久，就因为串流的水流，冲刷堆积的土石，降低了危险性。另外，红乡温泉上游淹水湖，水保局初步评估无立即危险性，将会甲相关单位尽速研究解决的办法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